老大出事了。你乌鸦嘴啊，这时候还开这种玩笑。我像是跟你开玩笑吗？不可能，这怎么可能？魏魏在战斗机上呢。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郑美刚才通知我的，先上去再说吧。啊，不可能，我不会出事。干嘛呢？走啊。啊，好，走。你们就送往就近的医院进行处置。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派增援直升机上去。好的。哎，就这样了啊。报告。江斗机组在搜救的过程中出现了意外，搜救的不是两人，是六个人。我为在搜救过程中被洪水冲走了。啊，你们不要担心，已经救上来了，就是腿部受了重伤，需要送往就近医院临时处置。江斗机组将继续执行搜救任务，我们的值班机组已经派出去了。今天又是个礼拜天，我已经申报团里，师里批准，我们组织临时机组，由齐心带队救援沃威。是。大队长。嗯。沃威伤得重吗？应该很重，不然江斗不会请求紧急救援。那咱们赶紧走吧。我们在等军医。喂，我是郑美。对，什么？哦，我已经看见你们了。对，你们就在直升机那等着。出发吧。白宇，你还行吗？谢谢你，白宇。白宇，快去接人。嗯，快快快点，快上车，体力很虚弱，必须赶快。好，谢谢。怎么样？很危险。到医院之前就拜托你了。好。白宇，起飞。是。拐东四，拐东四，我是一号，我是一号。拐东四，你听到没有？拐东四收到，拐东四收到，报告一号。莫威已经接到，我们正赶往宁北县医院做紧急处理。他的伤势怎么样？伤势很严重，仍在昏迷中。
你现在情况怎么样？能听清我说话吗？报告团长，我很好。沃威同志，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抢救上来的两位群众已经脱离了危险，江斗机组还在继续施救。沃威同志，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团党委研究决定让你立即复飞。沃威，你听到了吗？让你复飞了。团长已经决定让沃威复飞。谢谢团长，谢谢团长。沃威说谢谢。沃威，我是政委，团党委要给你报功，你一定要坚持住。政委说要给沃威报功。真的，真的，太好了，老大，太好了。谢谢政委。沃威说谢谢您，政委。沃威，我是政委。你是咱们实验班的班长，无论遇上什么情况，你必须保持住冷静。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积极地配合医生的治疗。你不是想飞吗？你能够做到。你肯定能做到。我祝你复飞成功。我一定要复飞。老大，沃威，上面又昏过去了。报告一号，沃威他又昏过去了。得快啊，要不然他的腿就保不住了。啊，沃威，今天是你的生日，你一定要挺住。白云，你要干什么？你不能蛮干。二号航线上遍布高压线，沃威。你一定要挺住，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爱你。小心点。没事吧，老大？没事吧？来，没关系。来，慢点，老大啊。慢点啊。来，没摔着吧，老大？没事。你怎么爬起来了？你不能动的。不能动。啊？为什么？老大，今天你过生日，生日快乐啊！我的腿怎么了？沃威，没事儿，你的腿真没事儿。来，你先躺下。哎，你看，团里都让你复飞了，腿还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事啊，老大。为什么我对右腿一点知觉都没有？你的腿真没事儿，养两天就好了。
我的腿怎么了？你说啊！那个老大，你别这么凶白羽嘛，我们俩还要给你补过生日呢，开心点啊，老大。广怀，你告诉我，我的腿到底怎么了？要是没有白羽的话，你这条腿就保不住了。瘫痪？不，这怎么可能呢？他就伤了点皮肉啊。外伤只是表面现象，微微的整条右腿受到了极为严重的挤压，大面积神经坏死。哎，医生，接下来怎么办？情况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一旦肌肉坏死就要截肢，所以最好的结果是能保住这条腿。他才刚刚复飞。医生，我问你，以前有没有过他这种情况康复过的病人？没有，今后也不可能有。白羽，冷静点吧，啊？白羽，老大生日还没过呢，别太难过了，啊！大队长来了，啊！大队长，大队长，医生怎么说啊？啊！我胃怎么样了？他醒了吗？什么话？有你这么问的吗？早就脱离危险了。走，咱们先进去，给他补过生日。走，走吧。嗯。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喂，我喂，按照程序咱该许个愿，吹蜡烛了。我为许个愿吧，把蜡烛吹了。大队长，我不是小孩子，请你认真告诉我，我的腿究竟怎么样了？我为，管那么多干啥？好好养病。我有权知道真相。老郑，你瞒不住的，你告诉我们，我们一起帮他。大队长，没事，你告诉他，我们一定要帮老大重返蓝天。大队长，你说吧，我们相信老大一定能挺得住，对吧，老大？哎，我薇啊，还记得吗？我招你，嘿，你那时候那个劲儿啊，哎呀，我告诉你，我真不想要你。哎呀，你绕什么圈子？快说吧。大队长，你说吧。我薇啊，腿部神经大面积坏死。
截肢是最坏的结果。重返蓝天，不可能了。是我，我为你要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老大，别叫我老大，我现在是个废物，知道吗？不，老大，你是我们老大，我们一定让你复飞。重返蓝天，你永远是我们的老大，你记住。住嘴！莫威，你误解江斗了，你们谁都不知道他已经……都给我住嘴，明白吗？哎，老大，你们哪是来给我过生日的？你们是来看我笑话的，对不对？你们是来看我笑话的，对不对？出去，出去！我求求你们，全都给我出去，出去！都站住，都回来。齐心，你也回来。咱们话得说清楚，莫畏，大家是在为你过生日，你看见没有？为你精心布置了病房，你就这样对待你的战友吗？啊！你现在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奇迹。许个愿吧，啊！付费，我一定要付费，我一定能付费。你明天什么时候向大队长报告？你别烦我啊！我跟你说清楚，你明天再不去报，我就去报。唐明，我告诉你，你永远是个告密的，你去告吧。我不会再跟你斗什么个人义气了，我是为了汪威。为了义虎团再也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随你去吧。你会有好果子吃。我喂，不吃饭怎么能行啊？你把门打开好不好？哎，还是我来吧。谢谢。老大，是我江豆，快开门啊！
老大，过两天我也要去疗养院养病了，到时候你想见我也见不着了。白云，啊，你没去医院啊？去了也没用。没用？你不是已经和老大表白了？那又怎么样？他又没答应我。再说，我也是一时冲动。嘿，那你什么时候也对我冲动一下？找打呀！可开玩笑，开玩笑。就算我不打你。我也会把你痛扁一顿的。哇，这么自信？那当然了，凭什么他看不上我？哎，白云，这本医学康复手册上说怎么治老大腿啊？用不着你管。这事儿啊，还是交给医生和护士吧，这样比较靠谱，真的。你懂个屁呀！祝你成功啊！真羡慕。你一句话也不说。有什么好说的呀？已经三顿饭没吃了，门也从里面反锁着，谁也不给开，要从门缝里塞进去，全都给扔出来了。莫薇。我是郑北，莫薇，莫薇啊！哎，我跟他单独谈谈。嗯，你跟我来。嗯，好的。莫薇，我是梅医生。我知道你在里面，我也知道你在听。我为飞行对你来说很重要，这两年你为了飞行付出了很多很多，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但我能够感觉到，其实你心里面有一种坚强的力量。
你把自己反锁起来，只是不愿意让我们看到你的软弱，对吗？沃威，我想给你看样东西。你可以看看，这也是一名飞行员，现在仍在飞。他当年因为火箭弹炸膛，直升机被迫降落在一块玉米地里，造成脊椎断裂。你看，在他腰里一共打了六根钢钉，不过经过一年半的时间恢复，他现在还在飞。他是谁？你躺下，不要动。啊，市长来了。哈，来了。沃威啊，李市长。首长好。沃威，好样的，你是个英雄。师长，您过奖了，我就是个兵。哎，在这次月亮湖的救援任务中，你勇敢地跳下了直升机，为了抢救落水群众，自己的腿被砸伤了，这难道不是英雄吗？换做咱们师的任何一个人都会这么做的。说得好。白宇也是我们师的巾帼英雄。哎，我听说白宇喜欢上你了，你看我也八卦了。师长，我只是……别再解释了。沃威啊，你是达斡尔族？报告，是。达斡尔人向来以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而出名，尤其是在达斡尔的男人身上。这种气质表现得更为明显，怪不得当初郑北把你从装甲师选拔到实验班的时候都大半夜的还兴奋地给我发信息，说是找到了一个好苗子啊。师长啊，我有一个请求。哦，你说。我想付费，像他一样重返蓝天。沃威，你情况和他不一样啊。师长，从装甲部队到实验班，再从实验班停飞回到原部队，再从装甲调回来做机务，直到接到付费的命令，我做梦都想飞。大队长说过，我是一头骡子，我觉得我跟骡子一样笨。可是我知道，骡子能吃苦，能吃很多很多的苦。我不会打比方，
就好像现在面前有条河，我要是腿断了游不过去，我就是喝也要把它喝干，然后再爬过去。好，应该有这个决心。那这样，只要你能够重新站起来，我一定给你复飞的机会。真的？嗯，是，师长。好，那你就安心养伤，期盼你早日重返蓝天。谢谢师长。好，那你们三个再陪他好好的聊聊。是啊，那我就先走了。行，我先走了。师长再见。好，再见。大队长，你听见了吗？师长答应给我复飞的机会了。你小子如果感到困难的话，可别勉强自己啊。大队长，梅医生，我一定可以。哎，我找你说个事儿。来，快躺下。没事，我自己来。你是病人，谁服从谁啊？白云，谢谢你跟关怀，你还记得我的生日？我真的佩服你有这样的勇气。我一直都很佩服你，说的少，做的多，不像我们这些地方生。其实我也很羡慕你们这些地方生。羡慕我们？你们脑子灵，反应快，成天乐呵呵的，好像感觉全天下没有什么事会让你们难堪。你是在夸我吗？嗯，包括你。那我们还有什么优点呢？你们有思想，有主见，思想解放，性格直。我最佩服你们的就是敢想敢说又敢做。那长相呢？长相？你觉得我们长得怎么样？帅酷，很美，很漂亮。你别多想啊，我只是谢谢你夸奖我。是。哎，那我们还有什么缺点吗？缺点？
怎么到了你这儿马上就被停飞了？你算哪根葱啊？这有你什么事儿？滚开！你也很自私，比我们还自私。老大，这东西有两万伏高压呢，我来了。来，你转业回家的工作我替你都安排好了。你们说谎，你们答应过我，我可以付费的，不是吗？